我告诉你啊，蓝胖子，咱俩在家里应该得分个大小王了。嗯，什么意思？不明白是吧？行，我跟你说明白一点。我郑重其事的宣布，这个家里以后我说了算。你说了算，凭啥？凭你长得白啊？凭啥？你说凭啥？跟你好好说话，我看就是不行。那经久不吃，吃罚酒。这也就是我这几年性格温和了不少。这要搁我以前，你敢这样忤逆我？我不是吓唬你啊，你已经猪狗不如啊，不是，被大卸八块了，是不是啊？你有那么厉害啊？哼，咋了？不相信啊？来，看着我的眼睛，你看到了什么？眼屎。不对，往眼里面看。看到了我自己。我发现跟你沟通真的是很费劲啊！你好歹是个家猫呢，野猫的理解能力都不能这么差。你难道在我的眼睛里没有看到勇敢、霸气和王者气概吗？我真没有看到。好了，你不要再说了，没看到你自己找原因。言归正传啊，这个家里我来当老大，你服不服我？嗯，服，我服你。哎呀，又服我了？是被我的气质折服了吗？我就服你，屁本事没有，你是真能叭叭呀！嗯，放肆。